数码港汇聚超过400间金融科技公司，其中一间就创立了香港第一批向散户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的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那个 Virtual Assets 现在可能只有10000亿美金左右的一个体量，这10000亿呢，很可能会成长成50000亿、100000亿啊、200000亿，最终呢会跟现在的这个传统金融业可能会并驾齐驱。作为崭新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他们在数码港的生态圈都找到虚拟银行跟他们紧密合作。我哋都有个 motto 就叫 Banking for Web3 啦，佢哋唔需要翻好多嘅时间去担心基本 operating 嘅嘢啊。咁我哋希望我哋嘅银行户口可以将佢呢啲嘢全部简化咗佢。